是今天观光科快闪的主持人，我是观乐饼班的张佩云，我是观乐饼班的吴千怡。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观光科快闪，希望大家与我们一起共襄盛举，掌声欢迎我们的演出。首先，在我们停车场中心的是观光饼班的学长姐。
学姐带来一个很精彩的表演。那我们在明天你们就即将要毕业了，那我代表我们光科所有的老师祝你们，就是在毕业之后每一天每一个事情，希望你们都可以用心去感受，然后用你的眼睛好好的去观察去看，希望你们在未来的路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一个舞台，然后好好的发光发热。那最后祝你们毕业快乐。